还记得我去年帮我朋友庆祝生日用红布条这个东西吗？对，他的生日又快到了，可是今年我人在澳洲，所以呢，我真的是用心良苦啊，请我妈妈，请他同事啊，然后也是我朋友，这样子就大家都串通好，然后给他一个惊喜。我这次呢是用选举席，就是那个 seven 门口放的那一只嘛，我又弄一只一样的给他，然后我就为了他，我还要自备那个档案嘛。真的是很难弄因为想要用点怂啊，要土的那感觉，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呢。所以我用了红色配绿色的渐层，目前是这样子啦，还没有弄完，可是真的是有够丑的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样，希望他会喜欢啦，可是我觉得他很难啊，没跟我绝交就不错了啦，这个丑的程度真的是不得了。我刚刚把他的信写完啦，这个孔天还不知道我在计划这些，然后还在跟我聊天，笑死！好啦，哈哈，准备等你的礼物吧。我现在刚下班，然后我现在要去邮局寄信给我们家韩寒，有邮戳他应该就会很开心的吧？哈哈，不管他，反正我现在要去寄信了，来寄信喽！要投在红色这边，韩寒，你的卡片要进去喽。再见，哎呦，卡住了，拜拜，再见 ，receipt， 拜拜。他请他妈妈送来，而且六点多就放在这里了。他妈妈做这种事，你那么紧，我打不开啦。你就从上面拆啊！丢脸哦！靠！我都不知道要开心还是要生气了，去你！那东西我要怎么处理啦，黄之家？他现在买断了，他买断。哦，真的，这样我这样怎么处理？我今天就把它丢掉哦。还有你的照片。哦，好了，关掉了，谢谢。拜拜。我爸等一下就要下来了。组长。这什么、啊？这谁的画册啊？他就是进做竞选期，买断了，所以他连租都不租，那一整组就是你的。欸、他飞得很好，不要吵，你这够烦。你们那个提早吃盐先取活动的事，那个照留念一下，然后等黄思佳回来再拿那一棍子打他。脑残的，做这什么什么活动？你知道去年是什么吗？去年是什么？去年是红布。红布条。对，而且去年他爸爸是帮凶，帮他挂。今年是然后今年他和妈妈帮他开车载货，六点的时候，在那个对面的阿伯一直在看，拿着失忆眼要开始竞选，还是选队长？王冠，你可以把他接头插到结尾，那搞不好下一届你就可以出来选。有没看的？黄思佳超棒啊！路人经过啊，超久的。